红烧肉罐头，今天安排一罐啊，这一罐是256克的，然后现在发给你们发3罐。哎呀，这是开盖即食的啊。刚才我用微波炉加热了一下啊，我感觉热乎乎吃更好吃，倒出来。红烧肉配大米饭，我先来口饭。完了，我太红烧肉了，绝了都、啊！太香了，这一汤可以泡饭啊，泡饭吃。这种带皮的，嗯。你别看它有肥肉，一点都不腻。嗯，我还爱吃这种肥肉。嗯，正常超市这一罐200多克，都得卖到17吧，朋友们，肥瘦相间的。嗯，哎，直颤了。哎，再来。香菇肉酱啊，这些酱也特别好吃。你不管是卷生菜，或者就大米饭，或者是你搁家拌面条吃，都特别好吃。来拌饭吃，嗯，里面还有肉，还有香菇，太好吃！哎妈呀！肉好多呀！再来一口红烧肉，这汤千万别冷啊，你可以当拌饭。